月亮山附近坐落着一个原汁原味的苗族村寨，全山中一座丘陵顶端的杨凯苗寨。我后面是去杨凯的唯一条路，还有徒步一个多小时才到。哎，我都很好奇这边的村民怎么还没搬到别的地方，我去问一下。然后我这边还带了一些肉还有蔬菜，到那边还可以吃午饭了。这个又是山路又是森林，其实也挺漂亮。这边有两个路，一个新的路，人家说这个比较快，然后还有一个老路。我刚刚看了那边的风景比较漂亮，所以我们还是走那个老路。哎呀妈呀，还给你们看一下，很美。还就直接走那个梯田上面，然后又走左右都能看到梯田，真的很漂亮，就有那个大自然的感觉。来看，全是草，然后后面是山。看，我后面就是杨凯，能看到吗？马上就到了，看看他们还认不认识你。六年前来过吗？一五年。一五年，他就住了大概一个月十天这样。在这边住了一个月。六月份的时候住了十天。叔叔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叫我们哪个？我们也记得我。哎呀，刚刚还说。我刚才说可能你们记不得我。八年是五年，一五年来了嘛。还认识他吗？还来过这子啊？啊，来过这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先转转。我们是住在这里。住在哪个烂子的哪个？哎呀，狗直接欢迎我们是吧？你好，哎呀，好久没来了。这是你的姐妹吗？这是她，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哦，纪录片里面主演。哦，法国那个纪录片。姐姐好。姐姐好。你衣服好漂亮。哎呀，爷爷好。哎呀，奶奶好。这是什么？草啊。这是中药吧？这个金钩藤，药材。这能吃吗？这吃的吗？药材。中药要跟别的中药混在一起熬。熬成中药汤。哎，他们做的哪种的？是山上种的吧？山上野生的。哦，这房子还挺漂亮，全是木头。六年了。你好，现在见到老朋友挺激动的。哎呀，你这是蜜酒吗？后面，哦，家种蜜酒，闻起来了。啊，走，好，谢谢。他叫包子，他是包子。啊，这个人，你好，那个帅哥叫包子。哦，他是德国人。啊，姐给你买的水果，姐姐给你买了肉。啊。不客气。还要买这？啊，买了，路上买的，在巴泰买的。对，刚好闻到这个酒的味道。嗯，正在发酵是吧？感觉有那个香蕉味儿。糯米呢还是？大米。是大米。大米。哦。还搞了猪啊？这菜这边。自己种的吗？嗯，自己种的。啊。还有老婆。反正自己种的菜，
还有萝卜，我马上要早饭了。女主人拿了自己种的菜和腌制的酸笋，给我们做起了丰盛的午饭——酸汤火锅。酸不酸？酸，酸的、啊，也是酸笋啊。不好意思，那还是泡过的，它是今年的新笋，是去山上采的。准备木头烧火，是吧？就在这里做饭吗？嗯。哦。啊，烧火用的吗？哦，用这个点火是吧？马上就在这里做饭了。我们今天要吃火锅，然后姐姐在那边弄猪蒜，然后我来切猪肉，切细一点，细一点好吃。这辣椒也是自己种的吗？嗯，自己的。哦，辣不辣？辣，辣一点。好，就要这个味儿。少点辣。你们多久一次会去县里边？我少走，两三个月走一次。那你们吃的东西，你们都是自己种的吗？啊，自己种的。哦。先看姐姐吃。哎呀，看看我切的肉怎么样？嗯，略厚。搭配吃肉，好吃，要一口把它下，一口吃下去，三口嘛，包子切的肉还是比较好吃，是吗？我都不敢吃我自己切的，怎么那么大一块？都拿上拿，来尝尝，是吧？嗯，还挺香，下来多吃的，那好。叔叔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看你们的村就离得那么远，从那个路都需要走一个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进去，你们为什么选择待在这儿？为什么没搬到离市区近的地方？我们是老家在这里，我们就喜欢在这里啊。哦，就是老家就不想走。对，就是我们老人家在这里，我们都喜欢在这里。但如果想买东西或者看病或者办一些东西就比较麻烦吧。那就去县城。去县城需多长时间？啊，这是两个多小时。两个多小时。嗯，那不管比较麻烦，你们还是选择待在这儿是吧？这麻烦我们自己上去有一点麻烦，这边大了就麻烦走一点。那你们平时就靠那个农活就种地吗？种。哦，我一开始一直想着为什么要待在这儿，然后我一进来我看你们的这边风景超级漂亮。对，因为你们这是在那个山谷里边对吧，感觉那个风景就超级美。这个村现在还有多少人口住在这儿？六十多。哦，我们刚刚转了，我们没看到多少人，他们都去哪了？去干活吗？或者干农活去了。哦，上坡了是吧？哦，上六点钟出来。那年轻人现在还在吗？会不会还在一点？但你们的孩子呢？打工啊，也上学去忙去了。哦，去过洋了。啊，对。六年前，我姐姐带着法国电视台来这里拍摄纪录片，与女主人家结下了深深的友谊。女主人给远在他乡的儿子视频，告诉他家里来了熟悉的客人。午后，村民们在家门口穿着传统的苗族服饰，在晾晒敲打丰收的稻谷，这种感觉真的太温馨了。这要自己用或者要买？拿去买的。买多少钱一斤？5块钱一斤。你们这边就靠农活吗？会种地？有没有牛？有。猪呢？都有。哎呀，小黑猪你好，好可爱。你好。哎呀，还过来，你说跟狗一样，叫你就过来是吧？我们和
回去了啊，天快黑了。谢谢啊，真的太热情了。以后有空会多待几天。下次来你要住。对，这边真的就非常漂亮。下次来再打电话。好，好嘞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都不想走，但天快黑了，然后我们回去走路。我们现在坐那个新路回去，估计半个小时就能到车子上，然后去县城还有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到那边估计天都黑了。我这个山路天黑我也不敢开，但是真的这边空气好，水好，人更好，非常热情。一会有空哦，肯定打算要多待几天。看，这是新路，然后旁边有那个很多那个拜拜的草，就是老路。我感觉两个时间都差不多，然后前面还有人在修路。你在修路吗？修路。哦，几点下班？就六点。六点哦，啊，快了是吧？哎，你们这也不容易，都快修好了是吧？就还有。四分之三都弄好了是吧？差不多。讲普通话讲得这么好。不好，还要休息。哎呀，你们真辛苦，还搞得那么漂亮。对，我们去的时候是那个老路走的，然后回来就是这个，搞得很好。去的时候是那个老路。对对对，去的是那个老路，在上面。啊，那个小路。对对对，那边风景好看，你这边真的很漂亮的，风景都很美。村民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铺路、挖梯田，建设美丽的家园。在村里，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村民的淳朴、热情好客。美丽的风景让我流连忘返。这里的一切，不是几个字、几个视频就能表达出来，只有深入其中，才能真正感受到这里的美。这里就是贵州的世外桃源杨凯苗寨。